HCA 慈怀护理目前在新加坡各个合一的地点经营日间慈怀疗护中心。我们的使命是为病患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让他们可以在一个促进社交的环境里一起参加疗愈性活动。我们希望在日间慈怀疗护中心营造出整洁而安全的环境，不仅照顾到患者的医疗需求，也照顾到他们的精神以及心理健康。在病患首次到达日间慈怀疗护中心时，我们的多学科团队会充分了解病患及家人的需求，并制定全方位的护理计划，帮助病患适应新的环境。日间慈怀疗护中心的日常活动是根据每个病患的兴趣和体力而拟定的，活动日程也包括用餐和午睡时间。病患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健康状况决定想要参加的活动。这些活动节目分为三大类：活跃类、轻松类和学习类。活跃类节目包括轻度锻炼、物理治疗和外出郊游。喜欢较轻松活动的病患可选择按摩或看电影。那些想要自我提升的病患可以参加艺术和音乐课，或者学习新的手艺。这些个性化的活动让日间慈怀疗护中心变得温暖、舒适和充实。我们的来回接送服务会在一天结束后把每位病患送到家，看护者也可以在病患来日间慈怀疗护中心时得到喘息的机会，让他们有时间休息或来做其他的事情。对于我们的病患和家属来说，日间慈怀疗护中心便是他们家之外的另一个家。